苏尔丁决定要到群展了，我们就祝福他吧。但是你还是要注意一下，毕竟我们现在跟群展是竞争的关系。一斤二十，哦，苏尔说的没错，货比三家不吃亏。总经理的咖啡，好，三包糖两杯。A 店在这边，晚上我们就各自解决吧。或许他想要的，不是我能给。每周一至周五晚上八点，女力报道，小资女上班记。本节目由罗莉亚做生意冠名播出。